水又让他们给我收拾了，气死我了。最后要把他们全部带走，我让他们给我俩嘚瑟，给我俩这个那个的啊。然后这不进球了吧？进球就给他们带走。嚯，一号一个低杆给他薅回来叫三，真气人呐！他们管我叫李面拳，管我叫李面拳。我一个低杆，我一个低杆，我全给他顺走，我全给他们。这叫低杆，我给他抓着死。你看看这个局面，高杆带点右塞叫五。哎，你看看细不细就完了，看没？顺势直接把它给带开，中杆带一点左塞，哎，漂亮，鱼好球！哎呦天哪！你看这小六号没？小六号的一个中带，弹库起来，哎，你看真乖，哎，你看看，看黑八角角度一个低杆扫下来。必须给他们带走，让他们给我俩嘚瑟。看这小九号，九号根本就不惯毛病，就瞄准了，喷死他！操了，这干死他们！我俩嘚瑟，我叫李。